一顿只吃新疆食物，而且每种食物只能吃一口，又是翻车的一天。先来一口新疆炒米粉。嗯，馕，嗯，蘸满了这个新疆炒米粉的酱汁，嗯，真好吃。年糕，嗯，吃了新疆炒米粉酱蘸年糕，白白点，来两块肉。好了，但这个真的是越来越爽。羊排烤包子，哇！哇，看这里面满满的都是羊肉，这是一整个羊排加在这个包子里了。嗯，我这还是小的，这是羊肉烤包子，但这俩是一样的，新疆大肉串。嗯，这种新疆肉串就必须得吃肥的。看，刚被我偷摸咬了一口的馕，蘸在这个米粉这个酱，这馕，我以为它会是脆的，但是软绵绵的。但这肉串真的是巨香。来一口这个羊蹄儿。哇，正好吃的是它那个筋的那个部位，哇，超级的筋道，嗯，新疆菜 YYDS。来一口这个奶皮，啊，果然是有点这种小啤酒的味道。